么是正义，什么是无辜啊？弱小强食才是这个世界的道理。那件东西乃是件不祥之物，就一直有一种异样的感觉，就好像有一双眼睛一直在盯着我。每逢这种凶日来临，总是有些不安。我们还有太多的功夫没有参透。你为什么要出手？你到底想隐瞒什么？你一想是这般豪气吗？哪有什么精怪？哪有什么真相？他要的是天下大乱。知道我等这一天等了几十年？世上总是有些秘密需要被保守的。